上一次印度是屌你咩呢？你在東邊對嗰度屌中國在自己邊境入面起公路，關你撚事咩？我在自己國家都起公路，跟住最尾上次中國非常之好人，賠咗幾百萬美元，賠咗幾百萬美元。賠咗幾百萬美元，唔係啊，幾十億好似，幾十億好似，幾十億好似，俾錢你，係啊，嗱唔好嘈啦，依啲聲啊，啊大即係大家算啦，唔好嘈啦，中國就冇公布呢樣嘢嘅，所以印度有冇廣大數字你唔知道，但總之俾咗錢你，唔好嘈啦，買你拍，大家即係安分守己啦。